嗯，也不能修到肉呀，修到肉就破了。怎么可以？这又没什么事。这边从来没发过这边是。你这个大拇指有点外翻，但这里没有皮。这边没事。别动！在这里。没有事。看。哟，这边更硬。咦，这边长确实长得深。这个是斜着往里面斜着长。不疼吗？我去。还深，这快好了，还有一点。你这肯定时间长了。上次多久修的？上次多久修的？我忘了那时候电拱门的。哟。一心不让开门，开门的就是。哎呦，时间太长了，我说呢。嗯。时间太长了。我说你为什么让我给你修多一点？确实长得多呀。我去。好大。不是一般的蛋，我去，连肉上没往里面再给你修，再修的话就碰到肉了，刀很快，一碰到肉它就那个就破了，连着肉啊，对。那么一点给它剥开，对，再深一点吧，加班就是要剥开，这赶紧，这修过以后管时间很长很长。就连在肉上了，如果没连在肉上，一拽就开。哎，
我去，嘿嘿，你这个，对，是这个，特别特别大，等一下，没有，特别干净啊，它里面，我等会儿啊，就这个字，你坐，看到没？整个在里面的，还不止一点，整个连指甲带皮都给你拔出来了。对，胶放里面没有了，里面就是有点皮，小碎皮。这如果特别深，特别干净了里面。孔里头。里面全部都空掉了。你这指甲以前是弄过的是吧？拔过的医院是吧？你不拔过的话，不会长这么深的。你看里面修得干干净净的，而且没出血。多大？干锯子。啊？干锯子。修什么？修薄一点。修短一点。哦。修短一点。这也够短了。贴着胸吗？我他妈朝门上，我他妈自己都没法解开。这个你掀不了，修都不好修，太深。像这个修的特别干净，里面一点都没有了。这肉特别嫩。